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？我曾经背着我自己的丈夫偷偷爱上你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是真的失忆了，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？污蔑我是你的情夫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中天娱乐台今晚8点，因为爱情有奇迹。